敬佩他是他有这个身高跟体型，他跑快攻的速度并不会比其他球员慢。杀进来了，好球，撞开之后的上篮，要选择自己硬上啊，犯规计算，再一个，放好，前面快攻的机会，柴伟。欧科萨的拖车要拦下去，夹到，再交给陈玉翰上篮得分。面对板凳暴徒，陈玉翰的中距离今天真的好球，无所谓，超到球前面没有人防守了，轻松上篮得分。之前其实泰国也开始慢慢有自己的联赛了。无所谓，大饼再给到无所谓，左边底线柴伟给你第二次空档了，柴伟没有选择出手，切入之后给到了 Lenny Daniel 得分， Lenny Daniel 弧底位置三分外线空心球，蒋天佑完全切不进去啊！现在梦想家只能靠外线了。雷尼的吴松伟再回给蒋天佑，结果最后给了拖车的李佳庆上篮得分。跑到这么快啊！吴松伟有了，哇！这时候再发生失误，投杀吧！哦，这个如果在 NBA 来说，也算是很高级的一个封盖了。哦，看来就。扣了好几个，雷尼丹尼尔用高度速度吃掉了，虽然是以少打多，中卫不要犹豫，就是投了，没错，这边露出的空档也太大了，篮板球再落下来，吴松卫拿到，前面交给了杨天佑，要拦下去，哦，勉强出手，错了，对，那无论如何球还是投进的，好球，再敲一个，吴松卫上篮得分，杨天佑冲得非常快，吴松卫。出手有了，空心的球员也是刚好在三年前在这个联赛被电到乱七八糟的这几名球员，所以他们也经过很多的成长了。对，哦，李佳庆这就是哇，直接又是个定板。对，这个是泰国 KD 给了他一个定板。